现在我在抽完上面有个什么节目可以扣你的。哇，厉害了！我们今天会合唱，我跟米雪老师很小合唱的，所以今天真是难得的机会，在春晚可以合唱，我觉得是观众的一个很新鲜的一个体验。翔哥就一他对唱歌来说难不到你，没有没有，一窍不通。很少很少机会跟他一起合唱，就顺着这个机会可以跟你一起合唱，哎，真难得，我觉得。哎呀，他立刻呢教他学什么歌，他说明天就可以教课了，所以我说哇真厉害，我就不行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平常我特别是喜欢唱歌，青年的时候喜欢听歌，所以很多歌都听过，有一点印象那种啊，但是唱也是要听很多遍才能就掌握当中的音啊等等。怎么说都是聪明啊。没有没有，你知道是他演技好还是说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差，还有就是他搞笑更好。没有没有，